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时局精解，我是段荣。今天呢继续为大家讲解来自未来的棋谱啊，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。那么今天讲到第十八局，下面我们进入到棋谱。星位小木，挂角，白棋的布局二连星啊，也是阿尔法围棋使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布局。这盘棋黑棋是单关手角。单关手角这个布局在人类棋手的布局里面也是很常见的。那么此前的十七局呢，在这样的局面，阿尔法选择过迷你中国流和拆这个，拆在这儿，以及单关手角这三种下法。单关手角呢出现过一次。最精彩的呢是黑棋选择迷你中国流的时候，也就是阿尔法围棋放出的公布出的第一盘自战棋谱，白棋这双靠，连续的两靠啊，这是技惊四座。这一盘单关，白棋挂，黑棋小飞，似乎阿尔法对这个加工也不是很，对在这一带加工也不是很感兴趣啊。挂角的时候，他通常都是小飞应一个，白棋靠，这一招呢在前面的对局当中啊，一模一样的这局面也已经出现过。白棋靠在这儿，靠在这儿的话，黑棋大致有四种可以考虑的下法：长、立或者下扳、上扳。那么前面那一局呢，黑棋选择的是稳健的立，白棋再靠，黑的都跟着硬。黑棋下得非常扎实，白棋很舒展。那么那一局是白棋取得了胜利，白棋获胜。那么这一盘黑棋要变一变，如果扳这个，我们说了白棋反扳下来，这样下呢，黑棋如果粘上，那么这两个交换黑棋并不见得就比力强。黑的如果打了之后，这个不能粘，被争掉了，争子不利。打完反打的话呢，白棋可能会立，黑棋接住的话，白棋加，黑的贴，这个局部啊，这局部这样的一个变化在阿尔法的这它的实战当中是出现过，但是局面不一样啊，这局部是一样，局面并不相同。如果形成这样的变化，也许啊白棋在坚定。这个不知道阿尔法他是怎么判断的。那么实战，白棋这一靠，黑棋选择的是上扳，上边扳。白棋当然不能这么长，这么长的话，黑棋再立，这样被黑棋扳一下，这白棋无法忍受。白棋被扳得很重，白棋走得很重，而黑棋这个扳的话，对这边有深远的影响。
而这样的话呢，白棋这个子很轻，你再搬它就不走了啊，彻底清了。所以搬的时候白棋一定不能长，棋形一定是要搬下边，黑的上搬白棋就下搬，黑的也不肯挡，如果挡住的话白棋先断打一下，把黑棋打成一个鱼形再一长。好了，如果黑棋简单这么跟着走的话，不管是黑棋压完或者是单长，大致总要补一个，这边还被白棋抢先加工，这个应该说白棋还是感觉上白棋应该是有收获的。好，那么当白棋反扳的时候，黑棋粘住是本手，粘住是棋形，白棋当然要挺进来，粘住之后白棋如果再退，黑的一虎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这被打一下的话，这被打一下黑棋长也好压了吃也好，它总是不如粘上那么一步棋走得干净，接住黑棋的棋形更加怎么说很厚，很干净没毛病，你要拆得远的话将来有打入的问题，拆得近呢对这个子的压力减轻了。黑的这样非常厚，被打一下之后即使吃掉一颗子，即使压完之后吃掉一颗子也不如站在这儿那么厚，将来被白棋拐起头来的话还是一个软头。所以黑棋接住，白棋呢不肯退，长进来，长进来，黑的如果挡的话白棋再长，那长到一下白的舒服很多，黑棋再补起来就没有虎下来那么好的点了，而不补的话白的这一扳，你如果挡这还有冲断的味道，这有冲断，白棋往前一挺，黑棋反打过来，白的如果要进角呢黑棋就踢掉，这一踢黑棋转到外势上来也非常的厚，白的接住，黑棋就打一下再打，这打一下是先手便宜，比起被你藏到这儿来的话，我把你打回去让你爬到下边，这黑棋应该是得了一些。所以呢黑棋先打再爬，白的爬了之后黑棋没有马上长，这黑棋先不走，加工，加工是一个绝好点，黑的这里有一个外势需要发展需要发挥，那么加在这儿刚好是发挥这个外势的一个好点，同时呢又进攻了白棋这个子，这地方要是换一颗白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个外势也不发挥，白的这个子也走好，所以这绝对是超级大场，黑棋必须先抢占，那白棋打吃，然后拆在这儿，好，白棋拆在这儿呢，这块也彻底的走好了，同时加工了这个黑子，这边不走的话黑棋将来有可能是长一个先手扩张外势，另外一种可能性黑棋也存在，就这么加工过来让白棋出头，然后黑的再进攻，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，总之这下边的价值还是相当大的。白棋打吃完加，
拆肩架，这样强调黑棋这里有一个孤子，这一人一颗，白棋这个和黑棋这个一人一个没活的这个棋子。那么下一手点三三，又来了。好，白棋选择的是这边打。好，这点三三的局部变化呢，不算复杂啊。我们在前面的对局当中也给大家讲解过一些。黑棋顶完扳，黑棋顶了扳之后，这个局部白棋大致上也只有那么一是长，二是扳这个，三是脱线，大致这局部常用的就这三种下法。比较特殊的情况呢，白棋可以单连扳下去。一般来说，白棋不见得肯这样下，单连扳直接送死一个子的话，白棋不见得不肯轻易的这样下。那么现在这个局面，如果脱先被黑棋断打，再爬，那可能白棋有些被动。黑棋的全这里这有颗子，全局黑棋走在外面的子也挺多挺厚的。这一断打可能具有一定的严厉性。那么现在白棋如果扳这个的话，好像找不到什么这样下的理由，因为白棋这扳下来不知道是要干什么，这边白棋又不是白棋围控的地方啊。那黑棋就断打完了，把这个子打拔就可以了。这白棋呢，争子还不利啊！白棋争子还不利，即使可以争子有利，引个争把它争掉的话，黑棋在这一带扩张本身就是好点，又还兼具引争的效果。白的在这儿拼命的走半天，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价值。所以呢，在现在这个局面下，白棋就选择了简单的长一步，黑棋爬，白棋再长。好，这时候黑棋砸定，守住角地，同时让这颗子彻底的失去了根据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样的局面，黑棋也并没有选择去左边什么分头这一类的下法啊。黑的觉得这边你要拆就让你拆了，进攻这个白子更重要。如果白的在这一带拆，那么黑棋可能跳棋，这一带相当可观，潜力非常巨大。好，我们来看白棋的手段。白棋觉得这块黑棋不能任其发展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再发展下去，再要来削的时候就迟了。如果普通的感觉啊，白棋震一震，你要守这边的话，我把那个子连回去，吃那个子的话，白的想办法，比如靠下来之类的。普通的感觉震一个也是不错的选点，而白棋的手法就更加激烈，更加紧凑，直接靠上来，直接就靠上来了。黑的那二路这两个点不可考虑啊，走二路已经被白棋便宜了。可以考虑的就是长和扳两个点。如果长的话呢，
白棋有可能他就这么搬砖，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，就这么走一走，把那个子弃掉，然后在这边很舒服的拆个三，活一小块。实战黑棋的应对那是最紧凑的，搬。白棋点刺一下，这个绝对要顶上。之后呢，白棋单立，单立，黑的这棋形如果接上的话，白棋拐。之后断，黑棋不管长，如果长的话，白棋这个贴也是先手，我们可以看到贴是先手，然后再一扳，扳黑棋二子头，这样白棋就可以很顺畅的就活出一块，活得很舒服，小堡垒搭得很坚固，那这样白棋毫无疑问成功，这活得这么舒服，这几个残子还没死。所以呢，黑棋不肯接，虎在这儿也不像样，虎在这儿被头软，被白棋一扳，这还有跳过，这肯定不是棋，所以呢，挡住。那白棋当然是先断了再说。二路跳，打吃当然是俗手了，送白棋出来。还自己还得补啊，靠呢其实也差不多，白棋这个长依然还是先手，这里扳进去，这一扳黑棋有麻烦啊，挡完一路扳，这个黑棋气有问题，所以单跳白棋这个长呢就不是先手，白的如果挡下去的话，黑棋这里可以是扳出来的，这里可以扳出来，白的扳了挡的话呢，这气不一样了，黑棋冲完，因为有这个提的存在，黑棋冲断，白棋是死的，所以跳在二路是看起来委屈，其实是这时候的最强应对。白的尝一下，既然这个不是先手，那么我先手尝一下，这个也好。黑棋冲一下，单爬过的话，白棋回贴还是先手，还不如冲掉，再拐。白棋暂时没有挡，跳在这儿，黑棋尝是棋形的要点。现在如果走这种棋呢就太缓了啊，那边都不重要，这几个白子都是可以舍弃的啊，贴在这儿白棋啊随意的出头就可以了，长白的挡一下，黑的拐过，飞出头。贴的话相比之下，如果贴呢出头就出的缓慢，黑棋压有先手的味道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白棋这样缓慢的走的话，黑棋压是算作先手，白棋都逃不出去的，被黑棋靠断包进去了，飞出，既然做不出两个眼，那得跑得快一点。至于这个地方的问题呢，黑的冲这个，至于这个问题的话，
白棋就用打劫来解决，打劫。这个劫白棋应该是不担心的，因为即使第一白棋这扳之类的是劫材，即使黑棋打赢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白棋也有这种外边扳的味道。这黑棋气很紧，白棋接下来还要不断的在利用你。你如果不走这一贴先手又粘上，等于黑的还是被整个压在低位啊。要再走就这样冲出来吗？好像也很不好意思。这种鱼，这一大块鱼形打赢了黑棋，这劫黑棋打赢了也非常痛苦。所以黑棋跳外边，白的顶住，长，再长，挤一下，白的打吃，接上。接住，护住这个断点。这有个冲断的毛病啊。这一冲，白的如果挡的话，黑棋断这个啊，断这个不行，断这被白棋一吃，已经把白棋送活了。黑棋断这个，白棋如果接下边的话，下边是活不了的。但是呢，白棋就吃这个，这三个子呢，死了就死了。让黑棋吃了之后，白棋这个打吃先手，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脚上的眼位还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脚还没活呢。而且现在吃这两个子价值本身就比较低，在这儿落个后手是黑棋不值得的，更何况还伤到了脚。外面再长，再贴，白棋一路跑出去，再长，这头被扳了还是难受。白棋扳过去的话，对整个左边都有巨大的影响。所以黑棋再长，白的再贴。这地方白棋如果忙着逃这边的话，黑棋压。这拐过来，白棋也非常难受，或者在这一段啊，或者飞，这样把白棋罩进去。白的毕竟没活，所以再贴。黑的呢，大大的包围圈啊。这几个子如果吃的太小，白棋本来就打算弃的，吃的太小呢，白棋根本就无所谓。黑的围在这儿，争取围的大一点。白的往里掉进去，这时候如果扳头的话，黑棋就顺着扳，先把这块巨空围起来再说。白的这边呢，虽然说是很大，但是到最后能围成多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白棋先掉，如果往里走，白的先便宜几下，压缩一下，再扳头，这对于白棋来说总好的。黑棋是跳先出头，白的如果往外，那么黑棋再靠住，这两个交换明显黑棋先占了要点啊。白棋这个呢只是一个单纯的逃命，那跳到一下黑棋再靠呢舒服多了，所以白的也是不肯往里去，跳到里头去，那黑棋当然是靠住，
870包进去。这条线呢暂时是出不去，黑棋就简单的黑棋长这个，长这个，白棋暂时是逃不出去的。那么跳这里头呢，白棋几个残子加上这边也有一些做眼的空间，跳继续围攻白棋。白的呢盗虎，盗虎在这里，盗虎在这里把这两个子连回来。我们前面说到了黑棋有冲完断这个吃这两个子的手段，这两个子虽然目数不大，但是如果在这一带绞杀起来的话，有可能它变成奇经，有可能这俩是奇经，这俩连回来以后这搬出来有断开黑棋的可能性。如果这两个是留在黑棋嘴里的话，这样的搬什么的对黑棋都是没有威胁的。先虎把这两个连回来，同时威胁黑棋脚上的眼位，局部黑棋要是不走，白的再随意走一手，黑的就死掉。黑的呢是压一个，这压一个不知道黑棋是怎么判断的，是就究竟是便宜还是吃亏，这个其实很难判断。因为不压的话，这里残留断的手段，白的要是这样吃，黑棋一来是有劫财，二来是外边还有其他先手，这地方脚上黑棋已经只能选择打劫活，弯在这儿的话，白棋有搬完了之后再连搬的手段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压一下白棋是彻底厚了。如果断的时候白棋是这样吃的话呢，这个劫打完了之后，黑棋还残留吃，黑棋如果打赢还可以吃白棋这五个子，如果你压掉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黑棋断的时候，如果白棋下边打的话呢，那黑棋存在着在上面顶过来什么，总有一些余味吧，顶你不能挡，挡我就有眼了。黑棋就这么压掉了。这地方不知道他是怎么判断的。压掉之后再玩这个。好，白棋先手连回两子，在脚上留着打劫，然后再来做活这块棋。黑的攻过来，破坏白棋的眼位，破坏白棋眼形，贴一下。黑棋如果跟着硬顶在这儿呢，白棋还可以再拐，如果退白棋再靠，这明显眼位还是很丰富，黑的不可能杀掉它。跳，那白棋当然要搬下去，也得靠断，也等于是一个谈判的结果。黑棋攻杀的话呢，白棋说我活个活到边上去给不给，黑棋判断说差不多，我吃你中间你活边上，就这样吧。双方谈判的结果是各有收获。之后白的长就彻底的封住这个头，黑棋往这里贴了搬出来出不了头，那么为打劫做准备。下一步呢，这个先搬，搬了之后冲过来，这个非常大，这一搬一冲，所以黑棋得补。如果补在这儿的话呢，还是残留这种扳的味道，黑棋退一个，把中府彻底吃干净。
白棋往里钻一钻，给它贴住，吃掉。搜刮一下白棋这块啊，白的呢是活棋，但是跳呢是先手便宜，白棋冲一个，黑的如果退也没什么意义，退的话白棋反而容易就这么飞进去了，这子跑不掉的，立的话被一冲，再打吃的时候黑棋粘不上，粘上棋太紧被冲垮了，所以挡住。挡住白棋飞的话，这爬起来黑棋反而舒服。白的呢，挡，黑棋再往这边跳，先手便宜。白的挡住，两边有叫吃，这块活干净了，这块棋活干净了。黑的呢也横冲。不走的话白棋贴过来是先手，给它横冲，那么白棋活到边上去了，中府被黑棋吃进来了，但是呢白棋下一步还可以开劫，这是早就残留的手段，粘这个是制造劫材，制造劫材。黑的如果不走的话，中间应该是有，总是有棋，这白棋可以把中府给连回去。所以呢，黑的拐了一个。如果不走，应该白棋就哪怕简单的冲完了横顶，这边要靠过来，这边。挖完之后靠这个，这边要直接搬就搬出去了，各种手段，就直接这边要逃出去，所以呢黑棋是牢牢的拐住，白棋搬开劫，短打，一路打吃，好，脚上形成一个打劫杀，脚上形成打劫杀，好，这棋前半盘在右边的搏杀还是相当的精彩激烈，白棋破空的手段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破得很深，不给黑棋留下任何的余地。那么接下来这个劫争会形成什么结果？我们继续看实战。题。打吃呢，这个应该说打吃并没有威胁到黑棋的生死问题，黑棋这时候消劫的话，白棋不可能把黑棋吃掉，白棋也就是藏进来，而黑棋呢退是先手一退，这个白棋得粘上，那黑棋再一挡，局部黑棋是可以活的，但是呢这先手一长再先手把这个接回来，这目数也是相当大，如果走成这样的话呢，白棋在左边再拆，黑棋判断如果下成这样，应该是判断黑棋并不乐观，所以呢黑棋断然的打住，这个目数相差甚远，虽然这个劫也是价值非常可怕的，但是呢
黑棋还是得牢牢的撑住，打一下，找了一个劫，再提回来。提回来之后，黑棋虎一个，这是本身劫，提过去。之后呢，白的搬，这个必须赢。这个子没有，我们刚才摆变化图的时候摆上的，这个必须赢，不能被接上。黑棋断掉，白的提回来。那么黑棋的第二个本身劫是长，打住，提过去。这时候白棋再冲。那这个吃掉价值也是非常大，黑棋也得粘上，白的提。好，走到这儿呢，黑棋这本身劫是找不到的，这种贴呢不是劫，贴的话白棋提掉，你跳是跳不出去的，跳被挖已经挖死了，长在这儿的话被白棋封杀，所以往外逃这都不是劫。那么黑棋提，白棋这冲一下的目数已经亏损一点，黑棋提，白的这时候如果跟着硬，黑棋再翻打还是劫财，那白棋要再找大劫财就找不到了。如果走这个被黑棋一提的话，下一个劫白棋已经不知道该找哪个了，全盘没有相应的这么大一块，没有相应价值的劫材。那白棋提掉，黑棋虎，形成一个大转换，巨大的转换，一人吃四分之一个棋盘。接下来白棋砸定要吃住这颗黑子的话，白棋整个就变成半个棋盘，相当的可怕。黑棋腾挪，靠这个。这种棋要想活的话，要贴着对方走，借劲。这一搬过来就有眼型了，白棋不让，藏在这儿，出逃，冲一下，这必须顶住。之后呢，白棋贴，断开黑棋，黑棋呢贴住，继续寻求眼位。下一步虎在这儿就已经差不多要活了。A、B 两点，黑棋必得其一。上边这个眼呢，也不是那么好破的。你要是破到这儿，一小箭杀了你。所以，二路点是这个破眼的要点。那么黑棋下边做不活就往外逃。白棋呢，打继续攻击，分段黑棋进攻。搬一个头问硬手啊，白棋如果硬在这里，那黑棋将来长有眼型，长一个有眼型。白的呢封锁，黑棋冲，白的爬过，这地方呢连不上啊，黑棋压的话，白棋就挖粘，两个断点。长呢，白棋冲这个，冲虽然是先手，再挡了，白棋就补断，这依然是两个断点，连不上。但是黑棋搬呢，已经起到了这个扩大眼位的效果。黑棋粘在这儿，做眼。做眼，那么白棋加缩小它的眼位，
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看一下，黑棋这儿走一步，这要连，等于是先手。那么走了这个先手之后，黑棋离活棋已经非常接近，所以加一个是破眼的要点。加了之后，黑棋局部的眼型是不够活的啊，它需要往外逃。往外逃，白的如果虎的话，黑棋冲，打吃完冲下去，在这儿再做一个眼。白棋顶住，尝一下，这个当然要冲断。黑子退回来，挡住，拐一下。贴住。现在如果顶，这个顶其实意义，顶这个的话被黑棋这样一拐，这里要冲完断吃两个子，白棋得补下边，不管白棋怎么补，黑棋再站上，白棋应该不能全杀黑棋啊，白棋得断这个，要是来杀黑棋，被黑棋这先手连回，因为这里要做眼。先手连回，然后再杀不死的话呢，就彻底坏了。这样等于被黑棋先手拐一下，那么黑的长在这局部已经活了。这拐一下目数还，白棋还被拐掉几目棋。白棋是单贴的，单贴，好。黑的看到这边有冲啊，这里也有各种眼型很丰富啊。如果白棋顶杀的话，黑棋实在不行，长这个也是活棋，这块已经不容易死了，可以说已经活了。下面的焦点是怎么把白棋这块给限制一下。黑棋选择的手法是先立，问问你的应手。因为黑棋这时候需要小心，白棋在外边这一带，黑棋是依靠白棋的薄位才能做活的。比如说冲，白棋挡住的话，这有断点，这一断，这双打吃这边要断死。如果一旦白棋在外边有子，那么白的应该是，如果一旦白棋外边都厚了，比方说这种地方有子，或者是已经被提掉的情况下，白棋应该是存在杀黑棋的可能性的啊，白棋存在杀黑棋的可能性，所以呢，黑棋在这边行动也需要小心。黑棋先立一个，问问你硬哪？你如果想围得大，那么黑棋比方说刺一刺，飞下去，这样来破白棋的空。如果黑棋直接在这边动，走得太深，一个可能白棋将来什么搬虎之类的，让黑棋有点难过。他先冷静一立，问问你要怎么围，你是要围大呢，还是要怎样？白棋这时候说，我不需要围那么大，我拆在这儿够了。好，围小一点。黑棋说，你围小了我也不答应，跳进来。这一跳，这个白白的没法再什么退缩，这再一退缩，将来被大飞这空全都没了，没剩下什么。白棋要追求的呢是冲，你挡住的话，我顶住，或者是压住后，对，顶住棋形有缺陷，压住。白棋要这样贴住，这个木才算围得完整。这样的棋太松了。那么好，
冲的时候黑棋又不答应，黑棋顶上来，白的当然要打虎进来，彻底的要破掉白棋的空。白的这时候如果退，那黑的甚至现在不爬的话，就算先度过，这白的空也没剩下什么了。如果主度呢，黑棋打完拆过来是可以活的。黑棋的空破的相当厉害。好，白棋现在顶一个，问问黑棋的态度。哎，你要不要老老实实做活？如果要做活的话，这咔嚓一声，这三个已经先手断进来，先手断了这三个，那白的就已经吃掉十目棋，那白的这边再做选择，怎么都好办。因为将来随着局势的变化，这三个黑的是不一定让白棋吃的。黑棋不肯这样做活，被白棋先手断一下。黑的是冲一下，白棋现在呢只能打，退也没有意义，退黑棋冲断先手之后，这里依然有断吃，再断吃断完啊，反而把啊这个扳的手段，所以呢白棋当然是挡住。啊，黑的说我现在长一个可以活。外边呢有棋，外边这一段的话，这要吃，这要双打吃，要逃，里边可以活，外边可以逃，那么黑棋脱线了，接住。但是黑的也需要注意的是，白棋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实际上是有先手的。如果这有子，你需要补活的话呢，白棋要立下来杀黑棋那块。你要度过的话，白棋杀这块的时候，黑棋这个吃这个子被包进去的时候，它是没有用的。啊，所以呢，白棋接上以后，黑棋是断打。再打，使出这个俗手呢也是逼不得已。你如果想下的这个追求效果好一点，断在这儿的话，白棋是不会走这边，他会打吃这边。你在双打吃的时候被白棋提一子，那么这块全都死掉。被提一子这个损伤很惨重。所以黑棋是断打，白棋提之后黑棋再断，送死一个子也是不得已，然后再打，白棋呢扳一下，先手便宜一下，黑棋反扳，接上先手之后跳一个，黑棋虎在这儿啊，保全自己的眼位，贴出虎一下。如果直接断的话，白棋长一个是先手，所以虎一下再断。白棋呢一挤，防黑棋这个冲下来，长，啊，这时候白棋冲，白棋冲这个，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啊，黑的如果度过捕活下边，
那么白棋这一，不管是冲胡也好，冲也好，这块黑棋是没活的，这边显然通不了，走这个被断开了，黑棋是没活的。黑棋如果补这个做活，补这个做活的话，白棋就这么打吃。因为立的话，黑棋团先手可以活，白棋先打吃，打吃，那么黑棋这块也有点问题，所以呢，黑棋是冲。白棋挡住，黑棋再反冲，白棋提掉，黑棋接上，这样的话，这做出一个眼，这两个子也彻底连回来了啊！刚才如果我们说黑棋如果常在这儿补活的话，白棋打吃完阻度，黑棋要靠这个跳点来活棋的话，这。白棋还可以打劫吃黑棋这两个，啊，黑棋冲过去，白棋提回，黑子接上，白的如果接呢，黑棋就补活，白的这个时候拐，拐一个，把上边走好。黑棋接住，接住非常大。白棋其实很想粘完，让黑棋补活，然后先手断了再走上边。但是不是担心粘的时候，黑棋有可能先动手去，不说杀白棋的话，也有可能杀白棋，因为白的要杀这块的话，黑的打吃可以看成先手，那白棋自己不活。白棋还是稳健的，先把自己补活了。那黑棋接这个就非常大，把这个接上，白的接。黑的这个时候普通的下法呢是补活，黑棋还要打上来啊，这拼得够凶的，这棋要打上来。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。而对于黑棋来说，黑的这一虎的话，黑棋整块没活，所以从这步打上来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黑棋现在这局势应该是不乐观。白棋当然不会粘这个，白棋一断，黑的就当他已经活了，把这个度过收掉，这度过也是一个巨大的官子。那白棋无忧劫当然是不打白不打，胡，来的提，打吃，接住，提劫，白的还没有提劫。白的细腻的先打了一下，这要不打被黑棋长一个，黑棋当劫材了，长这个当劫材，把黑棋得挡住，白棋现在再提劫，黑的粘一个是劫材，白棋粘上破眼，黑棋提回，打吃。提回来。靠一个，这一断要白棋收气，黑棋一旦哪怕收到一个立的先手，这一跳就活了啊。白棋接上，要求黑棋这个靠的劫材目数损了一点，粘，提回去。搬啊，
白棋把黑棋两子扳死，让黑棋白棋收兵，白棋说我这样够了，你粘回去吧。黑的冲接住打吃，打吃，这个黑棋每一目棋都抠得很紧，他要把白棋打回去再接。跳，这要冲，白棋当然要靠住，提回。白棋就接上，黑的这不得不接上，该占的便宜也全部都占到了，只能占了。占上之后，白棋冲这个是逆收，把这个逆收大官子走掉。黑的爬一个很大，下一步也打吃，打吃还是先手。白棋团这个，团这个是必须的，这有逆收四目，一路扳也巨大。这被白棋扳的话，爬还先手，一路收回去，所以黑棋扳，白的提，先手尝一下，立一个。这个有粘完打吃完要做活的手段。二华围棋在形势不好的时候经常会下一些这样的先手，下一些这种先手，可能有一种好像期待你不应我就出棋了这种感觉。白棋不知道有0.0%几的可能性会不应，那么他也许从胜率的算法上来说他增加一点。白棋也懒得提劫了，挡住，不跟你纠缠。黑棋粘上，白的先手冲一下，之后呢，顶住中间三目棋。这样奇怪的招法，黑棋出现这样奇怪的招法，这一类的先手像打僵一样的下法，就。基本上看到这样的棋就表示黑的这一方应该是不行了，然后守住这个，白棋打吃，那么黑棋爬，白棋呢挡住。最后的官子呢，实际上就我们算官子的角度来说，最后的官子他们收的并不进去，像这样的棋啊，这尖这打吃都不进去，最大的官子在这个地方，黑棋自己粘上，而最后黑棋这一步爬，白棋挡上呢，按我们人类的语言，其实是可以表示这棋无所谓了，你可以认输了。精确的官子呢，应该是铺这个。黑的得提，白棋挡住之后，黑棋是要补在里面的，而你直接挡的话，黑棋这一手补在这儿就补好了，这里相差一目棋。这里在阿尔法他胜负确定的时候啊，他并不讲究什么官子要尽善尽美，收得很精确，这个是几目那个几目，这个算得很准，他就算一个胜率啊，这时候白棋胜定。哪怕只剩你半目，白棋胜定的话，他也就他的官子显得不是那么精确了。那么这盘棋最终是白棋获得了，这盘棋最终白棋获得中盘胜啊。中间中府一带的战斗和右边的战斗还是相当精彩。好，那么这盘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